好，开始。好，我们刚刚来测试那个脸部辨识嘛。嗯。那脸部辨识，人家说，可能会被破解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，要怎么样破解。首先，我们一样在这只手机注册一样的脸，就我自己的脸。嗯。这样子拿起来，对我自己的脸，好，直接进去，代表我的脸是成功的。再试一次。再一次。好，直接进去。嗯。好，那再来呢？我在这台。平板上面，我用这台是 Tab S3，好，我直接自拍我自己的脸，稍微说一下，来看看它能不能正确辨识。好，一样，去侦测，看起来不行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这边写未侦测到脸部。嗯。好，那我拍的其实不止一张，再来，好，拿掉眼镜的。放大一点，再一次哦，这样子。嗯。侦测，远一点。不行。近一点。远一点。近一点。都不行。嗯。都不行。好，我不知道别人可不可以，但是我自己测试是不行。嗯。不能直接这样子，结束。OK。不行。